저러거라. 고마워. 你这条烂命去赚点钱吧。 不好意思了。喂，干嘛呀？相机拿出来。喂，刘鬼子。
滚开！你是中国人。有两下子嘛，我喜欢。放开我！哎，枪击，拿出来！不行，不行，你们这是枪击！不行，行不行？行不行？不行是吧？啊！跟我干吧，这妞还你。没兴趣。哦，给你不要脸，那只能便宜你了。哎，哥哥的能力可是很强的呀！同志们呐！同志们，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和气生财，你看你们这又是动刀又是动枪的，很容易肝火上升，引起人阴阳失调，造成头痛、失眠、口苦、吐血，还容易经常放屁，肚中有胀气，严重了还会引起月经失调，何必呢？什么玩意儿？上！哎，谁啊？哎哎哎，别激动，别激动，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元振，好久不见了。高晨，你挺能躲呀你。你们来干嘛？我找你有正事。咱们走。砰！哎。刚才谢谢你们，董进城了，请你们吃最地道的韩国烤肉。哎，老大，不介绍一下？哦，我叫罗兰，我是记者，这是我的记者证。中文说的不错嘛。我爸爸是中国人。英雄救美呀！我咋就碰不上这好事儿呢？想我二哈也算是走遍了三山五岳九州四海的人，连一个对我有意的妹子都碰不着我，天理何在啊！我们在这儿接了一个交易，加入吧，老大，该重出江湖了。没兴趣。远振，两年了，该放下了，那就是个意外，你还要在这儿躲多久？这次的交易是帛书，如果是帛书的话，你有兴趣吗？帛书之前在美国被盗之后不知所踪，我动用了顶级的资源才定位了帛书的位置。老大，阿江当年拼了命保护这帛书，你就一点也不感兴趣啊？二哈，谁要买帛书？规矩你懂的。我加入。在哪儿？在地下市场。我觉得我们需要带个翻译。哎，那姑娘怎么样？翻译，没问题。
说吧，要多少钱？我不要钱，但我有个条件。完事之后，我想采访他。啊？啊？嗯。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去这边最黑暗、最混乱，也是最肮脏的地方——地下市场。我去，这也太臭了！注意安全。你不进去吗？哦，我在外面接应。走吧，你不记者吗？放心吧，有我们老大在，保你毫发无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真的假的呀？陈娘，兔崽子，我抽你！嗯，还没跳。생일친구예요？예，나좀따라오세요。他让我们跟他走。他们要先看钱，先验货。老大，马克思密达！等等，我们还有一单生意没完。大哥，咱们不是已经财货两清了吗？还有什么生意啊？有人要花钱买你们的命！哎，别！哎，哎，铁能跑啊！接着跑啊！哎，这个地儿，脑子就是天。动手！哎，动手啊！动手！快，动手！为什么不动手？人呢？我已经交给你了。在这里，你不是天吗？自己搞定喽。我可是出了不少银子的。玩黑吃黑是吧？嗯，死娘炮！
这个本领？哼，我谅你也不敢。等等，别让他死，留一个藏品。大哥，那你们就先忙着啊，我们就不打扰了，告辞。大哥，还有什么事儿吗？把东西留下。哟，你们的命是我救的，不该感谢我吗？谢谢大哥。啊，是我们失礼了啊！谢谢。哎，你举我的手。哎，大哥，你早说嘛，谁还不是法国文化爱好者呢？我来。我对你没兴趣，啊？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先走，我去报老大。钱了吧？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수고하셨어요회장님지금중요한미팅있었어요여러분기다리세요감사합니다진先生在开会让我们先休息응여기들어오세요哎这金先生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性格肯定很古怪你闭嘴
请进。有事吗？说好的采访，现在有时间吗？我没什么故事。一个知名探险家躲在韩国打黑拳，怎么可能没故事？我有东西要给你。怎么会在你那儿？在全市捡到，我找师傅修好了。你为什么要修它？这只表对你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吗？送我这只表的人，2年前去世了。对不起啊，他是因为发生什么意外了吗？如果我当时跟他一起的话，就不会有意外。他也是探险家。他是考古学家。2年前让我去美国，跟他一起去研究古树的事情。我当时沉迷于自己的事情，没去。所以2年前，美国博物馆的大劫案中，遇害的工作人员里面就有。회장님볼수있습니다응在哪干？这个하시겠습니다。他说你们辛苦了。这何止辛苦啊，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你得跟他说加钱才行。二哈。没问题，加一倍可以吗？金先生，您会中文呐？多年前在中国待过。不好意思，金先生，失礼了。失礼失礼失礼。金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帛书是中国流失的国宝，为什么您要买它？按理说我没有义务向你们解释，只能说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理由。我想把帛书买回来。好吧，现在是我用餐的时间，如果各位不嫌弃，请允许我尽地主之谊，我们饭桌上聊。请。金先生，感谢您对我们团队的信任。诸位的名声我早有耳闻，死亡谷、克鲁布拉山洞、乌尤尼岩池都有你们的足迹，三爷的名字就是专业的代表。袁先生的履历更让我钦佩不已。那完了，咱们言归正传吧。多年前我到过中国，当时我的身份是柯强的助理。柯强教授在得到帛书之后进行了长达几年的研究，最后他发现帛书不仅是中国创世神话的记录者，也以某种方式记载了一件传说中的至宝。帛书，女娲，难不成？没错，女娲石。我去，传说中女娲石能逆转时空，让人回到过去。我承诺在找到女娲石之后将帛书无条件
还给中国。那太好了，感谢感谢啊。不过在没得到女娲石之前，我是不会将帛书交给各位的。那您怎么保证会兑现您的诺言？既然你们不相信我，那么请和我一起寻找女娲石，事成之后我会将帛书交给你们的。金先生，我跟你去。如不嫌弃，请在我这里小住，我们共同商量帛书的秘密。手表的事，对不起啊。啊，没关系，我也是冲动了。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说。如果真的可以回到过去，你最想做什么？回去找他，对吗？那你呢？你想做什么？这个，这是我爸妈在我八岁的时候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在韩国一位很有名的老手艺人那里买的。不过那不久之后，他们就去世了，所以我把它当成我的护身符，一直带在身边。可能时间太久了吧，前段时间不小心就断掉了。那能修吗？本来我想去买个新的，可是没想到那家店都关门了，老手艺人也去世了。天上的星星好漂亮啊，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跑到星星上面去？你去探险，我去找故事。那都是高温恒星，人一靠近瞬间就蒸发了。真浪漫，活该你单身。你该不会生气了吧？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光斑不像是随机分布的，可能与女娲石有关。你的意思是说，帛书投射出来的光线才是真正的藏宝图？有可能。想想帛书的内容：为天作福，神则格之；为天作妖，神则克之。跟天象有关，天球星图。那它也没标识出真正的女娲石位置呀。哎呀，是啊。有书，什么意思啊？有书，按现代星象系统命名，叫天龙座阿尔法星，是中国上古时期记载的北极星。易经上说，地出乎震，见寅作孟春，二十八宿始于大九，大概是公元前3800年。传说女娲补天之时，天川移动，北极飞。助力，所以说女娲石坠落在北极点。等等，快6000年了，
北极点的位置应该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北极点，按赤北极的角秒度是每年15角秒，也就是北纬66度，东经22度13分，在挪威班纳克地区，正好在北极圈。今年，紫神开天，是进入天门的最佳时机。当真准备好哟，不过去吧。회장님북극에가겠습니다放轻松，没关系的。跟我一起深呼吸。放松三爷。啊！哎，不是我。好些了吗？嗯，好多了。你别看了，我保证你一定能把他带回去。美女，你怎么保证啊？什么情况？怎么了？没信号啊？这片迷雾就是个黑匣子，大家进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明白了，감사합니다。谢谢谢谢谢谢啊！我喜欢你。啊对。你喜欢我吗？啊对。咱俩留个电话。啊。일주일전에실종된대원이에요남극에가서빨리전진합시다
下。应该就是在这附近。我们站在了5000年前的北极点。老大，这儿有个洞口。我不要准备。他们说什么？需要爆破。行行，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元振，我有话跟你说，你跟我过来一下。罗兰。你过来，干嘛？坐下。喏，送你了。送我？保你平安。那你呢？我爸妈他们会在天上保佑我的。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天台上说过什么吗？记得。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有些事情我也想重新开始。元振，我想说，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讲。之前我一直活在过去，不愿意走出来，但我现在慢慢明白，有些人注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但不一定永远留在我们的生活里。其实我想说，我去看看，等我一下。老大，炸开了。这个你们还有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女娲石我也很感兴趣。帮我找到女娲石，之前的家一笔勾销。哎，别，
大哥，都好说多带点事儿嘛，对不对？都是您的，整个北极都是您的，对不对？老大，老大，老大。追上来，你们原地休息一会儿，我看看环境。没事，没事。老大，怎么办？쉽지않아나는그냥아르바이트일뿐이야사랑해주세요제발出来吧，中国有句古话，借酒不醉吃罚酒。不要，不要，住手！在这里干什么？帛书不能烧。想找女娲是吗？
你不会的。三爷先过，上装备。
小心点。下辈子再找兄弟。
你杀的傻子，他根本就是骗你的。秦永志就是罗兰的外公。罗兰，女娃是我的了。
石的力量太过强大，不是你所能驾驭的。你试过了，对吧？命运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要学会接受。我不管。老兰，把女娲石拿给外公。你都知道了。罗兰，外公的话你都不听了吧？如果回到过去，我可能就不存在了。不管怎么变，我都是你外公。不，那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可我没时间了。不要！老大，你怎么就能确定博叔在黑市？你猜？猜？我怎么感觉这里面有事儿啊？你没背着我们搞什么小动作吧？别瞎猜了，快走！哎呀，一想到这么值钱的博叔就那么捐了，我的心里在滴血呀！你就不能有点爱国主义情怀？我的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话从一个商人口里说出来，三爷。
我越来越崇拜你了。滚！你们俩先走吧，我有点事儿。你看，你看，我就说有猫腻吧，啊！别瞎贫了，我以后有活不叫你了啊！啊，别呀，三爷，我还有10年房贷没还上呢，三爷。你不就是那个？是我。你好，我可以给你做个采访吗？当然可以。谢谢。那我们开始吧。等一下，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嗯？这是你的吗？